刚刚那两个傻子还想和我们加好友组队，真是臭美。没打职业吗？还满24。哎呀，好难过呀！刚才和朋友组队，遇到两个小姐姐，她非要喊我缴械投降。哎，这队友不好玩，可惜刚才那个队友掉线了。哎，你在说什么？哎，没说什么。那就走快一点啊！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！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个是上一版那个小子。这么巧啊！另外一个黄毛呢？黄毛没在，他们过来了，让我来打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开枪，你没听到吗？赶紧躲起来！你没有打中，让我来吧。现在救不了你，我偷偷摸过去把他们阴了，再过来救你。还在这里聊？什么情况？人就在旁边。没想到吧？